What's up? Hi.楼上，走，干他！楼上，你知道他是铁拳吗？哎呀，老子不敢，他妈的捡到的枪。那我就当面救人，我就当面救人。我问你，知不知道他是铁拳？不知道啊，兄弟，没声音。那重来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操！哟。还有吗？海边，我问你脸上，别说，不要说。呼，妈了！兄弟，我去，差点被反伤了。哎，干了！二彪，你们别救我，他们逮捕他。二彪，还跑着呢，妈逮捕了！呼，妈了！就是韩国弟，韩国弟，三级头给我砸。好。二刀，最好快点。左边的哦，不是他，你架他露头第一下，你不打他呢？我架左边的，666，右边的，对下，会架。我兄弟牛逼，能摇的兄弟。兄弟摇。兄弟你先别贴，小心后面有人。感觉到没？尤其第一个打你的，给你打死了。麻木了，我操！打不到好吧？他啥有？他往左边投了。体验枪打的不是很体验。打。哎兄弟，我的体验枪打的有点垃圾。真的假的？我去啊！我的雷扔哪儿去了？喝奶奶！傻逼吗？他妈到底在说什么？傻帽子！哦！右边二层楼有一个，我今年还有一个。我见烟边好像倒了一个。把你眼里丢个雷，眼里丢个雷，别进去！打头！后面那个二层楼打头，不打了呀！我在厕所，在他妈的楼梯口，没听到吗？不打了呀！不在你脸上，应该就回房子了。怎么呆呆鸟啊？你管这叫呆呆了？你身上全是兄弟，为什么他妈一个人都对不过啊？你看看吧，这些人，兄弟，你都把他折磨死了。不要吵！封烟了，兄弟。补了一个，又倒一个，兄弟。他妈无敌！好 K， 我摸上去了，兄弟，摸上去了一个，摸俩，呜、哦！妈的，不从左边上去干他妈！你是谁？你到底？我的话，我搞不懂你了，兄弟，到底是？好玩。又倒两个，兄弟。我操一！哦、他也不见了，就在岩架，预备岩架那里。好，也就不上面，好，没见补枪，应该在左边。好，他在我的左手。